国民党嘅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表示，那阵伊当选了后，两岸那阵是和平稳定，对甲做兵时间大概改登去四个月。即卖有风声讲，即阵代志了后，美国有来甲关心。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表示，关心是一定有，要甲美国说明啊。另外，侯友宜嘅民调一直正低，甚至有风声讲国民党要甲换掉。党主席朱立伦强调，绝对无即款嘅可能性。二零二四总统大选讨论兵役问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当选了后要甲兵役延期变作四个月，每下各界公布反对即马的兵役延长一年，引起议论。侯友宜前班执行长金普聪亲身拜会，讲有做无改变讲法的问题，马正是美方确实有询问。美国方面会关心，这是必然的。我们是候选人，我们今天如果是总统。当然，一定最大的指导方针就是过去所说的 “no surprise diplomacy”。那今天是在选举，我们不会说美国人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现阶段，我是支持兵役延长一年，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就有可能恢复四个月的疫情。我的论述不但清楚，这段时间有人可以。扭曲误解，带风向。不过最近侯友宜民调正低，传出有中常委当地串联要提案换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绝对无可能，绝无可能，也不必炒作。我们全党一定是目标一致，大家要团结努力。天后的新北市长郑金鸿七月下晡嘛，亲身伫中常会公布这个代志，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友好的屏东县市长周典伦查某囝中常委周明勇也讲，看报道有淡薄仔硬气，无听过变换的代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提案或是什么换头的目标，我们就唯一下架民进党。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因为都没有添加这个公分。郭台铭未来安怎做，大家拢在注意。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初五受访的时阵讲，郭台铭这一两天就会决定是不是要独立参选。侯友宜是硬讲，江湖走跳，信用第一。相信郭台铭甲伊同款，拢拜关公，重政绩嘛重承诺。记者综合报道。